原标题，这个慈禧太后住过的庄园闻名全国，宅子里保存的床各个亮眼。慈禧太后住过的康乃万庄园，这座庄园坐落在河南巩义市，庄园里的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每个都十分精美，宅子的院落很多，屋子更是数不胜数。这个就是主人睡了大床，不比很多电视剧里皇上睡了床逊色，屋子里的家具更是不用多说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